我现在赚的比他多，可是我们很幸福哦。因为笑什么啦？是真的啦！我听听看，没有，就像雨柔讲的，我们自己赚钱，我们可以自己就是花钱花得很开心，不会就是老公赚我们没赚，然后我们还要用骗的，或是扣家用省的，然后买五件要跟他讲说只买两件。那我现在赚了很多，我觉得我老公很辛苦。那我也。就是我们在一起十年的时候，我也送他一台他一直很想要买的重机。哇！就是在去年我生日的时候。是。然后因为他说为什么是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他，我说我生日如果做什么事情会让我开心的话，就是让你开心。哎呦，好伟大！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。好蠢哦！哎，然后嫉妒人家哦，一点点。对，然后我就送他车，然后他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我就鼓励他，我说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状况很够用了，那我就说他一直很想要让他的演技可以很进步，那我就说那你可以去演舞台剧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对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去演舞台剧，他就也没有就是有那个压力在。然后我觉得他过得也很开心。那出门花钱怎么办呢？出门花钱，我每个月都会给他零用钱。你会给他零用钱？他每个月零用钱现金。你好像我妈，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，我妈也会给我零用钱。没有，因为现在家里的那个开销都是我在管。哦。那我就每个月给他5万块零用钱。好多哦，超多的。然后你还有缺老婆老公。300块，没有就没有，因为有时候他出去跟朋友，我不希望他打开来就是没有钱，然后会让他觉得说，哎呀，你怎么就是过得那么唯唯诺诺？而且他们那些同行嘴巴都很坏，都会笑他，然后乱花，像什么林佑馨啊什么都会笑他，不会啦，林佑馨都不会。然后我都会让他就是出门，就是因为我有办一张副卡给他。所以你办副卡给我才会知道先办给老婆，哎，我办给他是因为我才知道说他每个月他花钱花在哪里。那你有限制他额度吗？我没有限制他额度，但是他只要跟朋友出去，我都会要他去请他朋友，就让他就是做面子给他。对，那我也一直提醒他，我说家里的一家之主还是你，我只是暂时的帮你赚钱。哇，你好伟大！我在等你就是赚钱再回来养我，我一直跟他讲，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会觉得他有点就是弱。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都会，我说我今天工作很辛苦回来，他说你也就坐在摄影棚穿得漂漂亮亮坐在那边讲话，你又不像我们演员又要下水冬天，然后各种的戏都要拍。对，然后后来我觉得两个人沟通是有很是就是你不可以用酸的方式，我就说老公，我这个月可能比如说我赚20万，我们赚了20万，我老公说不是我赚，是你赚。我说没有，我出去工作的时候你在家里顾小孩洗衣服，那一半的钱就是你的。哇，所以他现在会觉得说我们赚的钱是一起的，而不是给他面子。我觉得一定要，男生一定要有面子，没有面子的话，男生的那个自尊心会越来越弱。而且会更小灯想起，对，所以一直要给他鼓励，而且还会想去，如果没有给他自尊心，还会想去外面找那种被需要的感觉。对，只要有一个女生说我觉得你很棒，我觉得你只是现在没有能力，完蛋了，我跟你讲就完蛋。所以我一直我我只是在演绎这种感觉好吗？所以我一直在我老公面前都是演很就是不是也是不是演就是要装笨，要让他觉得说家里还是需要，就是他还是很需要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阿迪他其实本身已经很笨了，你为了配合他，没有啦，就是我除了赚钱这一块，我很努力的赚钱，回到家我就是当一个笨蛋，就是很多事我们可以自己做，但是我们学的不做，我们让你做，对。